到真相 cover 就知道 New Jeans 多有魅力。韩国新人女团 New Jeans 由平均年龄16岁的女孩们组成，近期推出的歌曲都大受欢迎，更吸引许多艺人拍摄 cover。起来有模有样，更有网友开玩笑表示，老师要再几次我困在这一个小时了。 New Jeans 在2022年7月一出道就造成轰动，不仅创下 K-POP 女团出道专辑最高销量纪录，才四天就卖出44万多张，年仅14岁的惠仁与18岁 Honey 更成为精品品牌大使。看来这股 New Jeans 风潮已经席卷各大领域，大家都不禁陷入这怪物新人的魅力之中啊。完全娱乐陈婷报道。